还钱方式出奇招，借口类令人哭笑不得。小朋友跟同事借5万，过完年就开始问他要钱，就传给他捐款的收据，捐款收据给我在帮你做功德。闹翻，上网把这个经历写下来，一堆人就跟他讲，那个照片都是去偷别人的照片，然后传给他。借钱用骗的太多了，借20万，他说我把那个东西交给你们店员，打开宾士的车钥匙，哎呦，都小就对了，然后给我装笑，没有货物我也卖不掉。最好笑是我去查了一轮，残值还有那个60万，但是他今晚10点，小明星打更班。